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新鬼王城医宝箱68优乐片段122元神一条龙 4.8 版本西木兰卡一条龙全收集。好的，那今天是这边活动地图的第三天啊，是第三天才更新啊。然后我们找到他们行过星空这个任务啊，所以我们把时间调整到次日的八点，次日早上八点之后。好，然后这边去捉弄看来昨天发生的那些不是梦吧。好，那我们对话完之后直接登上列车了。交互一下，把车厢连接起来。过来出发任务，出发。再见，一路顺风。哇，真的在海上行驶，好美的景色。列车行驶时，请乘客注意不要将头手伸出车厢外，以免跌入海中。对面有列车开过来了，你们好呀。褪色的问题解决之后，森林又会变得热闹起来呢。我之后也想去森林玩玩，那边看起来很漂亮。但愿他们不会怕我吧。现在来信了，列车即将到站，请乘客们做好下车准备。好，那对话完之后，我们先来把这个锚点开一下啊。开了锚点，在旁边和启凉凉对话接个任务。好，这里任务接到之后，我们先往我们的西南方向敌的左下角啊。启凉凉让他自己走啊，谢谢。我们先来到西南方向敌的左下角这边，把这波怪清掉。好，清了怪之后，拿到这个普通的宝箱，拿到之后，我们再回头也能领蛇出的去找启凉凉。好，跟着他走。没来得及修缮的反应色，连我都不敢睡在里面呢，一不留神塌下来可就糟了。碎扁也没什么特别的嘛，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打听几句啊。那边似乎有些燃烟了，我们快劝一看吧。红壁行机。好，这里对话完之后啊，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的弯角抬头上面角落镜头，这个箱子顶部啊，有一个现实角站命逆石室，它等候着预言中的侯爵，所以啊，来做一下这个现实角站侯石室，明白吗？等候侯爵的石室，后侯石室，是不是很可爱？他怎么突然自卖自夸起来了？不过在你下去之前，解去了。好的，挑战完成，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拿完之后，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啊，跟着任务指引，先得来到前方这条路上会发生。这里往下有一个地下空间，从这个洞跳进去。好，那现在我们从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进入山洞，哇，嗨戏去到正中间啊，中勇侠士。来福好，中间这里阅读一下。好，那阅读中间过后啊，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三角抬头上面的有个发条，这里我们去到发条的位置。原来我暂时不做事不押韵了，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好，这边掏出一个单手剑或者说枪手角色啊，来 A 一下，帅，是不是？如果不早晚蒙了，应该听到了我们的提示啊。用力拔，坚如钻石，硬捧金刚，发条纹丝不动。虽然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次，但是然后直接攻击呀，攻击攻击，好，致死。能过的事情都已经好，等一会儿，接下来用力拔，只可惜好，然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王者一样，把这里跳下来，这边有三个小人，他们会过来，拔出来了。终于来了，快快快，挪一挪你们的躯干腿结合部肥关节，好，和他们对话。好，那这里对话完之后，我们把发条给它插进去啊。虽然你说我们要从游吟室呀，但这边图形的话，就是之前他提示我们这个图形啊，我也这样的一个形状，说建议不是你好这样的一个形状，这样不好。好，先 A 一下发条。好，这边的话在啊，你们看我做一遍啊，看我做一遍。这个很难提示，我就不提示，不说话提示了。好像是这里开始了。好，这里就是最终的图形，看一眼我的屏幕啊，跟着我这个图形来啊。好，那现在我们再拿起这个精致的宝箱。好，那现在我们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哎呀，这里有一个，在这个风车顶部啊，风车的顶部有一个幽乐片段啊，我们爬上旁边的房子，爬上旁边房子，然后跳下来拿到这个幽乐片段，好，然后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从这里走，前方有一个红色的积木小人，在他的旁边有一个飞天鼠啊，好，来坐一下。好，那这样就出现一个金子宝箱，开启它，拿到这个金子宝箱，然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转角这边有一个解锁的上锁的宝箱哦。好，那现在我们啊，先点击一下任务追踪啊，主线的啊。那这里的话是好，这里的话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在这里 A 一下啊，回溯，然后跑过来，诶，也就是说把这个小人啊，把这个小人给他拉回来之后，再过来把这边的这个栏杆给他拉上啊。好，过来拉上栏杆，好，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掉下去了。好，那现在我们拿到旁边的精致宝箱啊，拿完之后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过来触发任务。好，平 A 攻击发条。好，上来把旁边的锚点开一下先啊，接下来触发任务。好，那这里对话完之后，我们先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走。好，然后旁边的发条插上去。好，继续平 A 发条。好，你表，你定。好的，那这里的话，我们啊，你们同样看我怎么连啊？这个是不是多余了？
好，这样的一个形状啊，看一眼我屏幕这样的一个形状，喜凉凉门口那个布帘啊，好，这样的话出现一个金字宝箱开启。好，那现在的话在我们的背后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三个宝箱就解锁了，我们拿到这三个宝箱，遗珠启闭，极光片球。好，拿到这三个宝箱之后，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过来，跳下去，这里有一个金质宝箱，来平衡一下发条，再平衡一下，然后稍等，等它回到蓝色按钮这里。好，我们再回到蓝色按钮这里跳出来之后，我们再平衡一下，让它再踩蓝色按钮，就是说让它踩的顺序是墙上的红蓝蓝啊，这三个按钮啊，这样的话这个金质宝箱就解锁了，我们拿到这一个金质的宝箱。那拿完这个宝箱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啊，地图左下角、哦、这里我们从右手边这里爬上去啊，从这里爬上去，好，爬上来，在我们的右手边这里有一个普通宝箱，这个宝箱看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有三个积木小人啊，全都给它拉下来，用力拉推一下，好的，那这个宝箱就解锁，拿到这个普通的宝箱。拿完这个宝箱，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跳下去，好，这里和它黄色的这个积木小人对个话，我来试试，好，拍个照就能出现一个金属盒啊，给它拿到之后，我们再从南方向地图下方啊，再从这里爬上去，爬过去，好，那这里爬上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啊，稍微抬头啊，在前方那个平台上有一个宝箱啊，我们从旁边这里爬一下啊，哇，那这里跑过去，好，这边和他我也要玩，好，这就是123木头人啊。他转过来的时候就不要动，好，转过去我们就走，跑过来抓住他，拿到这一个精致虚死，好，拿到只有精致的宝箱。那拿完这个宝箱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在前方这里有一个空间啊，我们跳到这个空间，只能跳这个空间里，这个空间里，好，那在这个空间里，这里有一堆这个积木小人，我来试试拍个照，好，这边出现一个金属盒，拿到它，拿到之后我们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跳下来，然后这里的话是这样的啊，我们平 A 过这里以后，然后这个黄色的小人他就会踩到这个这个是什么地上那个按钮上啊，踩到这里之后，这个胶水盖就会打开，怎么过来平 A 胶水盖，它就会这个发出胶水，那我们依次这样做啊，来平 A 一下跑过来，让它喷出胶水，然后再回来再平 A 一下，再过来喷出胶水，再平 A 一下，再过来喷出胶水，一共三次，好，三次过后来我们平 A 一下，再平 A 一下，好，那现在我们等，好，现在等红色的这个大个子给他走回去啊，等红色这个大个子走回去之后啊，他会被这个胶水粘住，欲买贵货红在脚，真可惜故事何日再见，好，这样旁边的珍贵宝箱就解锁了，拿到这个珍贵的宝箱，拿完这个宝箱之后，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我们抬头在这边这个房顶上有一个普通宝箱，那这个宝箱我们要从这里啊，从这里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从这里往上爬，从这里爬，
爬高一些，好，然后再飞过去，好，拿到这个普通的宝箱，拿完之后再继续西方向地图左边低头，从这里跳下去，在这个平台上啊，这里有个蓝色的积木小人，蓝色积木小人他坐着一个板凳，我们在这里点击坐下，背后的普通宝箱就解锁了，来拿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那拿完这个宝箱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低头右下角这边抬头啊，从这里在这个顶部啊，贼我们爬上去，从旁边从这里爬上去，在它的顶部，好，那这边这里有口钟啊，我们点击鸣钟，然后跟着走。这里的话，我们是跟着顺序啊，一、二、三，一二三，然后再跟着，再继续跟着它走。魔线飞行，好，一、二、三、四。我这边一、二、三，好，那完成之后出现一个精致的宝箱，我们来开启它。哎，好，那拿到这个精致宝箱之后，从我们的面前啊北方向地图上方这里往上爬，往这边爬到我顶上。哦，上来在这个蓝色小人的旁边有一个普通宝箱，开启的，开启这个宝箱之后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往上走，往顶上有一个优乐片段，好，拿到它，拿到它之后我们再看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在对面这个房子的房顶，这边这个房子房顶，好，走过来，好，这里跟着它这个线过来连接一下，然后魔线飞行走上来，来平移一下啊，八条，继续往前，一，好，这边带我们来到这个平台，平台上有一个宝箱，靠近它，解锁这个精致的宝箱，拿到这个精致宝箱，然后拿到之后往东方向地图边啊这边走，走到这个悬崖边，然后从这里往下跳，在下方那个平台上啊，在下面那个平台上，这里有一个普通宝箱，下来直接开启它。拿到了这个宝箱，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转角啊，这边这里二层啊，二层这里有一个优乐片段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头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跳下来，这里是一个捉迷藏，好，那我们把视角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啊，地图右下角在这边这个草丛里，草丛里注意啊，这里黄色的小人，找到他，然后是我继续往前这个箱子背后啊，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箱子背后这里红色的小人，找到它，好，接下来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过来，这个车子背后这个黄蓝色的小人，找到它，好，然后回去拿宝箱，偶遇，好，那拿到宝箱之后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爬上去啊，从这里爬上来，爬上来，然后这边是拍照啊，出现一个摩拉堆，捡起这个摩拉堆，那我们拿到这个摩拉堆啊，这一批就拿这么多，现在我们的优乐片段是121个啊，121个，好，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